就播一个。最新的新闻，乱播到清晨。你点开了这一个封面和标题，看起来蛮惊人。评论区一片的喧哗，像05年沸腾的天涯。12点还有些昏沉的你，此刻突然间又来了精神。你通过那边的评论区翻拍的电视剧去了解真相，甚至都细致到那一天、那条街、那一刻、那几盏灯亮。你愤怒到哭泣，一篇篇作文在舆论中掀起了声浪。他们的辱骂你跟唱，有人拉黑你，有人夸你真棒。有一些正义的习惯，习惯把话术都复制好几遍。每一次发生都是无聊生活里自己有热血的体验，对着当事人嗤之以鼻，质问这世界还有没有底线。你甚至这辩论的技巧阴阳怪气，后说不听随你便。愚蠢的人看不到自己的愚蠢，你感觉到这是个名句。你想不通为什么纠结于细节，最多只是举个名誉。永远热泪盈眶，永远年轻，永远喜欢这臆想和凭据。承认吧，其实你并不在乎真相，只在乎这立场和情绪。不必较，只习惯虔诚，不必想自由人去想，不必觉得内疚，在这虚拟世界谁认得，不必挣脱前方，不必负责去收场，人潮散去后自以为是的留下什么。行为也得分几种类别，丰富的就像人类的味觉，有些注定能戳中人类学，有些能转发，有些看性别。楼上，互联网让人开始翻组，没人再愿意好好说话。有强者斗争的天生反骨，一转头就发了宝宝阵啦。想在这流浪场中争霸，制造矛盾才能搞高身价。都在巡演着皇帝的新衣，谁来戳破？谁还想说真话？2分钟看完民主，这个男人为何为此不瞑目？30秒带你了解新闻事件，这个男人和他有什么情愫？没了解就开始争吵，多么情况等不了分秒，聊到半天之间生早，3天分晓翻篇真早。又是一个晚上，一个新闻突然被引爆。